Hello， 你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一个肖老师的教学模仿肖老师。他的脚一定会踏踏踏。 赤子之心，乘风破浪。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黄振宇，我是一个爱笑又爱吃又爱照顾小孩的人，所以呢，希望我能成为你快乐的点唱机。当你看见我或听见我唱歌的时候，能从振宇变晴天。